火龙草能够发射火龙，冰龙草能够发射冰龙，雷龙草能够发射雷龙。之前的时候咱们做过火龙草 vs 冰龙草，火龙草完败，冰龙草的综合输出加控制那真是没得说，雷龙草的控制不如冰龙草，遇上火龙草会如何呢？一至五阶战斗力测试挑战正式开始，一阶对决。雷龙草射程更远，1-0小胜。二阶对决，同样的情况发生了，2-0。三阶对决还会这样吗？看来火龙草的困境就是输出环境问题太大了，3-0。四阶对决，雷龙草胜4-0。五阶对决，雷龙草胜5-0。这种情况太普遍了，换个思路，咱们给两只龙草加个树枝投手试试，树枝没伤害就减速，结果会不会不同呢？结果就是火龙草轻松取胜，由此可见，输出环境比起纯输出来说，真的是重要很多呀。